Hello 我是杨波。周奇墨一直很鼓励我，他说：“杨波，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看好你。这个风格，如果你不可以，我也可以。”这太像我了，这比我都像我。 太牛了！周奇墨之前是做出国留学考试培训的，是教英语的。他帮助很多中国学生都成功的留在了国内。他虽然教留学考试，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国，只去过冰岛。 我喜欢你们。可以可以可以。很聪明，很聪明。我们继续。 周奇墨从小就很爱模仿。有一次学校开联欢会，老师让全班同学挑一个《水浒传》里的人物扮演，周奇墨就选了里面最壮的一个，刘欢。哎嘿哎嘿，参北斗啊，取胜取字一碗酒啊。 你们可能会想，为什么我对周奇墨的过去这么了解？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疑问，那可能是你傻，因为他在扮演我呀。周奇墨跟我说，他在比完决赛之后想去跑马拉松。我说奇墨，马拉松你就不用争第一了，因为在我心里，脱口秀你已经排第一了。 不用等了，这里没有反转。当时我俩正聊着天儿，然后博洋走过来，他听我俩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说：“马拉松。” 我最不理解的运动就是马拉松。啊！当年雅典跟波斯打仗，打赢了，然后派了一个跑得最快的士兵，连着跑了42公里。 把胜利的消息带回去，然后当场累死了。我不理解的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所有人的反应不是人不要连着跑42公里，会死，这是生理的极限。大家的反应居然是，要不我们都试试啊，攒个局。你想一想，这个士兵如果在天有灵。 每年看到那么多场马拉松比赛，他什么心情？每一个过了终点线的人，仿佛都在跟他炫耀。哥们儿，这有什么难的？他怎么会死人呢？你弱爆了！哎，建国，你怎么来了？啊，因为咱们两个是搭档嘛啊。大家好，我是王建国。那个我就接着不让再往下讲了啊。然后其实这个士兵当时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当他回到雅典的时候吧，他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胜利了，雅典得救了，然后才倒地死的，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特别懂得什么叫优先级。因为但凡换作是我，呼哧带喘跑了这么久回到雅典，我说的第一句话肯定是水，妈呀，渴死我了。然后啪倒地死了啊！就剩下那些雅典人围着我的尸体在那纳闷，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大老远跑过来喝口水，前面打的什么仗？口水仗吗？这笑，对，这笑。行了，行了，行了，博洋、杨波，咱们仨说的差不多了，把舞台还给周奇墨啊！周奇墨，大家好，我是周奇墨。要不我就直接讲王建国吧。大家好，我是李雪琴。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来见证我的淘汰。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从导演到演员到李诞，挨个喷一遍，像缺心眼儿似的。完了，我还晋级了。晋完级，今年让我讲遗憾。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比赛还没有结束。哎，真好，节奏好就起来了。我就不明白，你说半决赛了，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你让那淘汰的40个人上来讲啊？我遗憾啥呀？大家好，我李雪琴。我一不小心进前10了，我可太遗憾了。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我就去问我妈了。我说妈，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我妈一下就慌了，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你说实话吧，我能挺住。我妈这个人吧，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他就觉得自己要死，然后他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3个月之后，他出院了。出院后第一件事，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我说你至于不？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我妈说怎么不至于？你老的钱就这么没的。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跟我说：“闺女，宇宙是有尽头的，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你就给定了？”我妈说：“哎呀，你没听懂啊！你思考，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她说：“还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我家是铁岭的嘛，从那以后啊，我失恋了。我妈说回铁岭吧，工作黄了，回铁岭吧，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哎，到王建国了。这还没抢了一盘。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我妈也知道了。还能这样啊？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人，就问我：“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我说妈，那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我妈说那咋的？咱东北多好啊，地大物又博，还有王建国。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把他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其实今年啊，我真的离开北京回铁岭了，很多人知道了之后特别的惊讶，跟你们差不多，那个表情就仿佛这个事儿不是我从北京回到了铁岭，是我本来马上就跟吴亦凡结婚了，突然决定跟王建国私奔。那追着撵着就问我呀，离开了北京你不遗憾吗？说的像我曾经得到过北京一样。对北京来说，我连个备胎都不是。我为他奋斗，为他攒钱，为他付出青春。我走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再见了。他也说你谁呀？我回铁岭，居然还有人嘲笑我啊！你回去干啥呀？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你说一个破地铁有什么好自豪的呀？北京好，大环线上下班左一圈右一圈，日复一日，圈复一圈，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太厉害了！更过分的是，还有一群人，我在北京的时候，他说北京不好，压力大；我离开北京了，又说北京多好，机会多。我就感觉，就这些人，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我，生而为人，你很遗憾。很多人吧，都觉得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今天我就冒昧地问一下，你们的梦想是举办奥运会吗？反正我的梦想铁岭就能实现，我就想要锅包肉、熏鸡架、铁锅炖大鹅。所以你们真的不用再为我感到遗憾了，你有你的选择，而我选择王建国。谢谢大家伙练习。怎么肯定也是我？牵着个手，牵着学琴的手。哎，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啊。谢谢啊。我平时呢，经常会愿意去快餐店吃饭啊。我就特别讨厌店里的一种人，就是那种点餐特别慢的人，他会活活把一个快餐店变成慢餐店。我有一次去一个面馆点餐，不知道为啥哈。排在我前面那个哥们儿，轮到他点餐的时候，就跟个傻子一样，就往那儿一站。你们这儿都有啥吃的？服务员说啊，我们这个都是面，菜单都在上面，您看一下。啊，哎。那个酸辣笋尖面啊，来一份酸辣笋尖面是吗？不是，那里面都有啥呀？哦，那里面主要就是笋尖还有面。啊，笋尖那就算了吧。那你我看一下，那你给我来一个，那个什么吧。啊。我真牛！你给我来一个那个，哦，下面也有啊。哦，都一样的是吗？牛肉面，酸辣笋尖面，酸辣。行吧，那要么你就给我来这个酸辣笋尖面吧，然后不要辣。服务员说：“先生，我们这个汤就是辣的，做不了不辣的。哦，别的面都可以做不辣的。哦，别的都可以做不辣的，行吧。” 就是炸，然后他就走了。我在他后面想，你是个大熊猫吗？你只能吃个原味的笋啊！大熊猫在四川待久了，都能吃酸辣笋尖了。我排在他后面，我真的特别的生气。 我气到什么程度？就轮到我点餐的时候呀，我特别想把刚才逝去的时间都补回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点餐。轮到我的时候就是，酸辣笋尖面在这吃，微信。那个感觉就是，哥们儿懂行是不是？哥们儿跟那傻子不一样啊！我太猛，段子太硬了。 哎呀，我还挺佩服这种人的。其实我最佩服的人啊，是天津大爷。当然，这是那种好的佩服。我就感觉没有天津大爷解决不了的事儿。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天津的大爷上楼劝说一个跳楼轻生的少年啊，因为那哥们儿失恋了。这大爷就很强势啊，一上去就是：“小伙子，你下来啊！你这是干嘛呢？啊，没有用啊，没有用！为一女的，你至于吗？你至于吗？啊！” 你今年20几呀、啊？20几，18。姐，你是青春期呀、啊？啊，青春期，你听伯伯的，听伯伯的啊，伯伯是过来人啊，娘们有的是啊。哎，然后这哥们就下来了。 就非常管用，因为很强势呢，让他没有时间的思考。但是你看，美国人谈判一般翻来覆去就那几招，比如面对着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一个谈判专家可能会上去 ：“Hey, buddy, I'm not armed, okay? I'm not armed. Please do not harm the girl, okay? You wanna talk? Can we talk? No, okay, relax, relax, Jesus, relax.” You wanna talk to your mom? No. Your girlfriend? No. I told you I want $1 million. Okay, okay, okay. 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时候呢，警戒线外面可能已经围着很多人在那儿围观啊，其中就有一个去美国旅游的天津大爷是吧？啊，这是干嘛呢？这是啊？ 拔的，拔的，抓把他干啊！抓把他干！要 doing what 呢 ？doing 啊 ？doing what 呢 ？Listen to Baba, listen to Baba 啊！listen to Baba, listen to Baba。 You want money 吗？ You want money 吗？ You make 呀，啊 ，You make， You 20 how much 啊？ 23 You have 50 years to go 啊，啊 ，Harry what 呀 Harry 啊 ？Listen to Baba, listen to Baba 啊 ，You come to China and be an English teacher 啊。 那 girls all yours 啊，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彩玲。我老公是个外国人，他刚来中国的时候看不懂汉语，也不懂中国文化。他第一次送我花，是一束明艳的黄菊花。刚开始那时候我俩刚交往，我没好意思跟他解释，但是他送了我2个月的黄菊花。有的时候黄菊花的外边还有一圈白菊花。我收着花我都不知道往哪放，放桌上，桌上不敢放吃的；放墙根儿，墙上不敢挂照片。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问他，我说这花店的老板他就不推荐点别的款式吗？他说他推荐了，他推荐的那个花后边有个架子，自己能支在哪儿。我没买，你一个大活人又不是拿不了花。我说你领我去这花店看看，我觉得他的受众群体未必是大活人。到了地址，没有花店，这个店它都没有名，就叫寿衣花圈。我说行，你在这买花就买花吧，幸亏你没在这给我买衣服。我老公说这儿没有你的号。我说我懂了，咱俩走吧。我老公说来都来了，进去打个招呼。进去他就跟老板说，老板我又来了，这就是我女朋友。那可能是卖花圈的人第一次碰到收花的人亲自上门取货。老板正给别人写挽联呢，看着我脸比纸都白。你不是2个月前就走了吗？我说我就是回来看看为什么我的花没有挽联。我老公最不懂的其实不是咱们的祭奠文化，是中国人的谦虚文化。有一次在铁岭有个老头问他，小伙会打乒乓球吗？我老公说会，你呢？老头说不会，可以陪你玩玩。但是我前一阵中风了，一边胳膊不好使，你多担待。那天在铁岭老干部活动中心，我老公对决的是一个74岁穿着跨栏背心红球裤的退休老大爷。我老公全程没碰着球，老大爷全程没动地方，给老头都打困了。老头说你倒是接呀。我老公说你也不让我接呀。我老公说你倒是动啊。老头说你也不用我动啊。打完之后我跟大爷说，大爷你太厉害了，你就用一只好使的胳膊都能赢他。大爷说我用的是不好使的那只。第二天他刚缓过来，我二姨夫问他，你会游泳吗？我老公说会，你呢？我二姨夫说不会，可以陪你玩玩。我就发现他对会的理解跟咱们是不一样的。我二姨夫认为我不驾驭水就是不会，我老公认为水没呛死我就是会。他以为他俩能到一个什么游泳馆，结果车直接开到了铁岭柴河水库。进水之后我老公很兴奋呢，二姨夫你不要怕，让我来教你蛙泳。蛙泳的关键就是要像青蛙一样蹬腿。说完他就开始认真示范，哎呀那腿蹬的那个猛，踹飞好几条鱼。对岸的人离远看以为哪个蛤蟆疯了呢。示范之后一抬头，他游出20米，我二姨夫已经游到了水库中央，还得停下来飘着等他。好不容易等我老公游到水中央，差点没累死，就等着啥时候折返呢。没想到我二姨夫轻松地飘在水面上，开启了聊天模式。你们加拿大人口一直不多呀，我老公说：“咱俩再唠还得少一个。”我当时有点可怜他，我觉得是我的引导不到位，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会，可以陪你玩玩，是谦虚，表示对人的尊重。”我老公学会了。后来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因为我一个朋友工作的原因，他见到了他的偶像成龙大哥。见到大哥，他激动的都哭了。大哥，我太喜欢你了，你所有电影我都看，你所有动作我都模仿。大哥说：“那你会功夫？”我老公说：“不会，可以陪你玩玩。”大哥也愣了。加拿大人口不多，原因在这儿呢。我老公答完非常骄傲地看着我：“答得好不？”我说：“你就告诉我，你想要黄菊花还是白菊花？”谢谢大家。Hello， 我太难受了，我太难受了。我的对手是杨蒙恩和建国博洋，要在我们三组里淘汰一个。我太难受了，淘汰他俩谁我都舍不得。我想尽各种办法，我去找效果老板，我说：“老板，咱从节目考虑，淘汰我不能上热搜。”有道理。淘汰王建国可以上热搜，是因为没人认识我。老板说：“对，你是谁呀？”谢谢。今天的主题是上班。外地人在上海找工作很难。我之前去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叽叽喳喳说了半天，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说：“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上海话。”他说：“这是英文。”我说：“但这里是中国。”他说：“但你面试的是翻译。”没有这么巧。我大学专业叫水产养殖。哦，我的校友全来了。当年在我们那里，“海王”这个词儿，形容的还不是渣男，是我们专业年级第一。我来效果面试 ，HR 问我，大学取得过什么荣誉？我说：“当了4年海王。”他说：“你真不要脸，符合我们公司文化。”我很喜欢鱼，大学在宿舍养了一盆小鱼苗，回去发现我室友在做足疗。为了从事这个行业，我还去学校鱼塘偷着练游泳。换气很难，要在水上吸一口气，水下吐出来，水上再吸一口气。我不会，在水上吐了一口气，下去喝了一口水，上来吐了一口水。我怀疑这个场面被人看见了，因为过了几天有人传，鱼塘里有鲸鱼。当年因为过度捕捞，嘉陵江渔业资源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决定在实验室培育鱼苗，放进嘉陵江。当时我在上游放，渔民在下游捞，鱼都懵了，啥意思啊？欲擒故纵啊！整套流程速度非常之快。 鱼都还记得，这鱼是7秒钟，4秒钟的记忆。我喜欢你们。很聪明，很聪明。我每讲完一个段子要留很长时间的停顿，是留给你们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符合这个公司文化。我们继续。我前老板特别爱讲大道理。有一次开会，他拿了一根筷子，掰断了；又拿了10根筷子，也掰断了。说，看见了吗？ 你们加一起也斗不过我。太强了！刚才扯那么多有的没的了，我们讲一个严肃的话题。其实职场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有一天晚上下暴雨，我在街边。 看到一个男生，忽然蹲下大哭，哭得很惨。更悲哀的是，路过的人不仅没安慰他，还围上去拍短视频。我很心酸。我走过去，我说：“兄弟，你怎么了？”他说：“哥，我们在拍短视频。” 肯定喜欢这破玩意儿，没头没尾的。对，没有想到吧？最后我想说，我去过很多公司，但效果是唯一一家让我说不出任何缺点的，因为确实签了保密协议。同事之间氛围很好，我还发现小北，有人认识小北吗？ 有一些，我发现小北是我的校友，因为他跟我说，他们学校有鲸鱼。讲完了，谢谢。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你骂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立场？你自己打开苹果或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通过专利，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 WiFi 技术。 把辱骂性文字发送到由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里教授开发的互联网上。哇！太难受了，我太难受了。你们可能很难理解我心里的难受，我差点又退赛了。哦，我真的是太痛苦了。你知道，我本来这期节目还挺想拿个名次的。 因为去年退赛之后，我爸就总觉得他能指导我的创作，给我发一些网络段子，说这个段子好，这个段子好，脱口大会讲这个。我说爸，咱干点啥不好？为什么要学白凯南？其实出了这个事儿，当时我还挺开心的，想着脱口大会好好讲讲。 谁能想到，今年这个世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件比一件震撼。东非蝗灾，科比去世，澳洲森林大火，你感觉白凯南放在里面根本不值一提，除非澳洲大火是他放的。我发现这几个月，在网上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崇洋媚外的标准好像在逐渐降低。以前只有觉得国外一切都好的人，我们才说他崇洋媚外，现在变成只要觉得国外有任何可取之处，我们就说他崇洋媚外。上个月有位医生发表了一个观点，说小孩的早餐应该吃肉蛋奶，不要吃粥，被人骂上热搜，说肉蛋奶是外国的食物，吃肉蛋奶就是崇洋媚外。看完我都懵了，因为头一天晚上我刚好吃了红烧肉、松花蛋和双皮奶，吃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我吃的原来是顿西餐啊。气人不气人？真的搞不懂，对吧？而且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你骂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立场？你自己打开苹果或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通过专利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 WiFi 技术，把辱骂性文字发送到由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里教授开发的互联网上。发送内容居然是批评别人崇洋媚外。这么抗拒现代的文明成果，你为什么要当键盘侠？你去当算盘侠呀！太难受了。当然，虽然这些人的逻辑很荒谬，但是我在网上也从来不敢跟他们正面交锋。因为他们人太多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本来没有规则，人数够多就能制定规则。为什么白凯南抄袭我能抢占舆论的高地，是因为我有理有据吗？不，因为白凯南是一个完美的维权对象，有名气没粉丝。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发生啊，但是如果抄袭的人是蔡坤，公司还会帮我发微博维权吗？啊，就算发，内容也只可能是天哪，我们节目的经典段子竟然被蔡坤老师实名 pick 了，既然大家这么有缘，要不要考虑来脱口道三当嘉宾呢？两个表情。还是得有情绪，情绪太重要了。而这就是我又跑来上节目的原因。虽然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蔡徐坤，但也想尽力避免让自己沦为白凯南。谢谢大家。哎，大家好啊！哎，今年我是做了一个专场，叫做《北下关》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在这儿聊聊北下关的故事。这个事儿源于我有点坎坷的童年。我童年转学过7次，当时在北京从西城转到海淀，转到丰台，转到朝阳，就有一阵儿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上学还是在闯关东啊。我转学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小的时候有特别严重的注意力缺陷，我爸我妈那会儿觉得只要能够把我转到好的学校，就能够自动治愈我这方面的问题，但是没有想到越是好的学校我越是跟不上。我在好的学校跟好的同学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课间我看的是机器猫，我那个同桌2年级的一个女生看的是《傲慢与偏见》，我们那个班长看的是《资治通鉴》，我想的是机器猫的口袋里都有啥，我同桌想的是欧洲贵族的爱情与挣扎，我们那个班长一拍大腿，就该这样建设我们的国家。我2年级我才交到我人生第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书香，他和我一样不合群，但是他不合群是因为他太热爱学习了，他热爱学习热爱到就要不是我也被其他孩子排挤，我都得排挤他呀。小兔崽子太能学了，每天中午一定要改完数学作业再去食堂吃饭。我闻着那炸鸡腿飘来的香气，一问他永远就是三个字儿：我有错，我有错。那会儿都给我逼成哲学家了。我说这个世界上谁没有错啊？但也正是这句话，书香第一次跟我有了心有灵犀的感觉。他很惊讶，说怎么你也读黑格尔啊？以为你只看机器猫呢。我最后一次转学是在3年级的时候，那一年我爸我妈突然就克服了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焦虑。有可能人就是这样，就你对谁只要足够的绝望啊，你对他就做到了真正的包容。那个夏天的夜晚，我爸把烟一掐，说出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爸说：“不如就给莫南一个快乐的童年吧。”我妈也接茬说：“是，就莫南这个智力水平还有学习状态，现在不快乐，以后怕是也很难再快乐起来了。”我们再转学，我们心态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我们一心只想找到最快乐的小学。神奇的是，我们真的找到了。那是一次阴差阳错的访校经历，就那个校长拍着胸脯跟我爸妈保证说，我们学校就是最严的小学，每天有督导老师看着孩子写作业，不写完不会放回到家去。听得我们是眉头紧锁，心情沉重，想着又是白跑一趟。谁这么想，正是这种反应被那个校长理解成了一种质疑。校长急了，说怎么不信啊？我们可不像旁边那个北下关小学，但凡不是对自己的孩子绝望了，谁能送到那儿去啊？说来也巧，找着了。我爸我妈几乎从椅子上蹦起来，我妈握着校长的手说出那句话，我觉得那个校长他从入职以来第一次听到。我妈说：“感谢您的推荐。”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们打车就去，就等不到第二天了。我们就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上课的。到那儿的时候是下午3点，已经放学了。哪儿还有人啊？门口看门的大爷都说：“怎么又把书包忘拿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站在空荡荡的校园，我说：“妈妈。”就是这里。到家了。我一生的挚友啊，我的 soul mate， 我的灵魂伴侣，全是在那结识的，就是那种突然有人懂你的感觉，就那种知己。然后我上课不是走神吗？我问我同桌，我说今天早上有一道应用题我没有听清，你能不能给我再讲一次？我同桌大惊失色，说：“啊，咱们今天有数学课吗？”就孩子动手能力那叫一个强，班里的电视机拆完了拼，拼完了拆，每次还有好多零部件落在外面，但是电视机照样正常运行。我那个同桌修车厂家的孩子，我印象很深刻。6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体育老师车坏了，是他给换的备胎。6年级说换就给换了，我们的体育老师也看傻了，眼神都变得敬畏了，连称呼都改了，师傅。您看我这机油是不是也该换了？我也是怀着感激之情写了这么一段内容。其实最开始节目组还是有点忐忑的，说你这样指名道姓会不会有点不太好啊？你知道他们不知道的是啊，现在已经没有北下关小学了，我们学校没了。还是我爸遛弯的时候发现的，给我打一电话说：“莫南，你没根儿了。”但我们学校也不是真的没了，我们学校是被一所市重点小学给合并了。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是挺感慨的，我经常觉得我们学校啊，就是没有赶上好时候。我们学校要是但凡扛到今天，在这么一个快乐教育的背景下，指不定谁合并谁呀！你别说重点小学了，心情不好，我们连重点大学都给合并了。怎么着？北下关大学啊！要放今天，全国就3所最著名的学校。清华、北大、北下关啊！谢谢我同门起来啊！大家好，我是胡兰。我上周刚过完我33岁的生日，谢谢，太好了。其实没过，因为我们在录上一个节目，这几个月累的。2年前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还在这个台上，我说留给我大器晚成的例子不多了。我最近觉得留给我的日子都不多了，我已经不想大器晚成了，我现在只想喘口大气。而且经常有朋友问说：“你为什么选择做脱口秀啊？”那是我的选择吗？那是我没有选择。我也想唱跳。我也想成团，但你想想看，我建国李诞成个团，我们敢成，你们敢看吗？哎，你想，我们3个加起来100来岁，500来斤，一通唱跳之后，站在台上喘的，喘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后发现，哎，一个人不喘了。有比不喘更可怕的，就是真的到我这个年龄，我爸妈也开始催生了。其实就是他们的房子去年被划成了学区房，人家都是给孩子配学区房，我们是给学区房配孩子。我小的时候不这样，没学区房的，跟天天瞎玩。在东北冬天，什么堆雪人、狗拉爬犁，之前还有上海朋友问我说：“那狗拉爬犁，你们那都是真狗吗？”我说：“不是，是我们小孩轮流当狗。”现在小孩啥都学，什么骑马、滑冰，还有小孩学钓鱼。我说钓鱼，退休之后的技能现在就要学吗？而且各地学的东西不一样。我有个广东朋友，家里小孩学烹饪，那么点小孩，我说吃饭都费劲呢，你让他做饭，我看他小孩还没锅大呢，我都怕他掉锅里把自己做了。我都不忍要问，我说这就是你们广东的煲仔饭吗？我看过那个小孩做出那个菜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甲方所谓的五彩斑斓的黑。小孩还挺懂事儿，拿去给他妈吃，他妈看了一眼说：“妈妈不饿，给爸爸吃。”端给爸爸，爸爸说：“爸爸不饿，给爷爷吃，爷爷也不饿。”真的是一人做饭，全家不饿。其实做饭没那么费劲，对吧？只需要一套做饭不难的3好厨电就行。华帝厨电、3好厨电，好用、好看、好清洁。很多人说，你说这些小的时候学的这些，长大都是技能啊，真不一定。你们听我唱歌吗？但你们能想到我小的时候学过5年钢琴吗？我5音不全，我妈还让我练钢琴，她说没事，勤能补拙。他怎么跟王建国似的？我弹的琴五音缺四音，只剩一音，噪音。我们楼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学小提琴的，用现在的话说呢，那是卧龙凤雏。但那个时候我俩觉得那就是高山流水啊，那是俞伯牙遇上了钟子期。我俩就每天给全楼人展示木头到底还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没有准备好生孩子，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看别人买游艇、买画、出去旅游，我不羡慕，我自己生活得很满足。但我一旦有了孩子，我很害怕孩子回家跟我说：“爸爸，爸爸，为什么隔壁大伟他能上国际学校，我上不了？”我没法跟他说，因为爸爸穷，但爸爸很快乐。我只能一个月2万块钱拼命把他送到国际学校，等他放学，说花了这么多钱，在学校里都学了什么呀？然后他给我唱了首《孤勇者》。我看着他，心里只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是我的孩子吗？但一想，唱得这么难听，还能是谁的孩子呢？我只想跟他说，你快闭嘴吧，这歌声让你奶奶听见，我还得给你买钢琴。现在小孩梦想太花了，对吧？我都不知道怎么支持他。我侄子6岁，爱看说唱，天天在家唱老旧什么，你也是个 rapper， 他也是个 rapper。去学校里面问老师说，长大想做什么？想当 rapper。老师居然还支持，你们真的是时代好了，变了。放以前老师只会说，你们不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你也是个 rapper， 他也是个 rapper。我小的时候梦想其实比这还宏大，我想当英雄。我看三国，我觉得长大以后就能成为刘备一样的人物。后人会拿那个史书说什么刘备率军21万攻打襄阳，我爷爷刘备大英雄。长大以后发现我就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无名之辈。后人只会拿那个史书说，快看刘备率军21万攻打襄阳。人说你爷爷是刘备吗？说不是。说那21万里面有你爷爷吗？说也没有。别着急往下看，刘备率军21万攻打襄阳，10万百姓流离失所。别看我说这么多啊。假如有一天我有了孩子，可能也会送他学这学那。我们总说别让孩子输到起跑线上，哪什么固定起跑线，哪人多哪就是起跑线。谢谢大家，我是霍乱。大家好，我是鸟鸟。去年我讲了容貌焦虑的段子，是吧？今年我就开始身材焦虑了。因为之前我看到一张表格，上面有我们很多人的身体数据，就有个同事指着其中的一栏问，这是谁的臀围啊，这么大？服装老师说，这是鸟鸟的腰围。我就琢磨着该减肥了。我妈也很关心，不知道她从哪儿听来一句健身圈的口号，说自律给你自由。我当时听了我就有点生气，我想上高中的时候你说上了大学你就自由了，上大学你说工作了自己赚钱就自由了，工作了你告诉我下了班就自由了，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你告诉我自律给你自由。就能不能不要再给我画饼了，我咽不进去了，我在戒碳水呀。我说我一个搞脱口秀的，我不靠脸吃饭，是吧？我平时的工作就是搞创作。我妈说创作怎么了？很多作家也都在健身呀。你看人家海明威，是吧？茨威格。我说妈妈，你是真的会举例子，死得比这俩惨的作家都不多呀。我觉得自律和自由这两个词本身就很矛盾，现在网上到处都是很矛盾的话。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说年轻人如何佛系的奋斗。我想你都要奋斗了还要佛系，这也太矛盾了，怎么奋斗啊？南无阿弥陀佛。我觉得自律给你自由这句话，他真正想表达的是好身材能吸引异性，健身有助于求偶。所以想到这里我就去健身房了，我是为了去积累素材。我早就知道健身房是当代著名的消费陷阱，果然一进去就有一个教练要给我卖课，他说你的体态有问题，我说对，我圆肩驼背，骨盆前倾，还有膝超伸的问题，整个人看起来没有自信，再不健身就完了。教练说啊，你也学过 PUA 呀？后来又来了一个教练，让我真的对健身产生了一些兴趣哈，因为他教的很专业，也不着急卖课，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帅哥。对，我也有眼睛。他会教我做一些器械，有的器械就特别磨手，我做完一组就会搓搓手。教练说你刚开始练手上还没有茧子，我手上茧子就很厚，你摸。当时我就想，我的天呀，帅哥让我摸他的手了，开玩笑，我想的是你胸肌上有茧子吗？然后就摸了嘛，就买了1万块钱的课。有的时候你明知那是消费陷阱，但是当陷阱里站着一个帅哥的时候，你只会感到喜悦，你只会想太好了，天上掉陷阱了。帅哥还每天监督我早睡早起，让我跟他汇报今天吃了啥，我感觉自己雇了一个妈，但我已经有一个免费的妈了。健身实在是太辛苦了，每顿饭都要计算热量，一定要特别标准化的饲养自己，力求把自己的肉质养得特别柴。而且经过我仔细观察呢，我觉得健身房啊，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定滑轮儿。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10次，然后放回原处，连西西弗斯看了都会说这做的是无用功吧这个。最怕的是你刚努力了2个月，好不容易有点成效，结果遇到一个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见你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胖了？所以现在我就放弃了，我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再帅的教练都无法激励我了。我一想去见他还要戒糖戒油戒碳水，我就觉得算了，我还是戒色吧。自打办了健身卡，身体没有变健康，灵魂得到了升华。我现在饮食特别油腻，内心十分纯净。我也理解了自律给你自由的真正含义，就是只要我自律的不去想胸肌，我就可以自由的吃炸鸡。谢谢大家，我是鸟鸟。你们好，我是王涛。其实我女朋友叫王涛，她最近在减肥嘛，我还挺害怕她减肥的。我觉得女孩减肥只会折磨她自己的肉体，但会蹂躏男朋友的内心呐。我最害怕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今晚肯定不吃了。就这里边也没有个主语啊。我感觉从他宣布减肥开始，在家吃晚饭这件事儿就不合法了。我吃点东西不分给他，他就生气。分给他，他就吃完了，再跟你生气。为了不让他生气，我得天天晚上陪他吃减脂餐。我跟100出头的人吃减脂餐。他减肥一段时间下来，自己没瘦几斤，我瘦脱相了。有一次他坚持了半年，我坐地铁都硌屁股了。而且那个减脂餐也太难吃了，我吃过一个最难吃的减脂餐，叫杰森面包，你们吃过吗？不要吃啊，干吃小麦都比它好吃。给我搭配一些什么玉米、生菜，还有一小条少得可怜的鸡胸肉，你们看这盘东西不觉得奇怪吗？就我们为什么要把鸡的食物跟鸡摆在一起？你想吃鸡没问题，好歹等他把饭吃完呢。我天天吃这个鸡饲料啊，不到6点就给你饿醒了。起来我啥也不想干，我就想打个鸣。他减到后来减脂餐都不点了，开始自己研究做饭。主要我俩也不会做呀，不上网查一下，我俩连煤气灶都打不开呀。有时候站在厨房里，我都恍惚了。我感觉这哪是我们两个人在做饭呢？这不就是百度在做饭吗？做完饭我一看那个搜索记录，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没有锅盖怎么煲汤？猪肉炖粉条可不可以放牛肉？问到最后，算法都觉得没有问题了。给我俩推荐一些相关链接，警惕这几种食物一起煮会中毒。我们俩做饭最难的一点就是跟上那个教学视频呐、经常是我在这边还没把鸡蛋炒至蓬松呢，他已经捞出去备用了。你很难 follow 他一个 exactly 啊。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全是我这种选手，问老师啥是炒至金黄啊？我这都黑了半天了，啥时候变黄？我也有相同的问题啊。我说他怎么能捞出去备用呢？怎么我这玩意儿全粘锅上了？我们俩做完饭，味道放在旁边，咱都不提。锅害能不能要，都得随机应变。我涛哥 A.K.A. 不粘锅终结者呀。一个拿不粘锅能给你做出锅贴的女人。那个糖醋小排给你做的啊，都拔丝了。下锅之前10块小排，一顿操作之后，给我端上了一块肋骨。他这个人越不会做饭，做起饭来还越自信呢、之前我妈从东北给我寄了一根血肠过来啊。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他都没见过，怎么敢去动手的呢？我家来了个朋友之后，他非要露一手，打开冰箱，特别笃定的跟我说：“你一会儿去菜市场给我买个乌龟回来。”我今天我给你们整个血肠龟。我太喜欢讲这种东西了，一旦不喜欢我也得讲。但这个血肠放到锅里边，马上就出现问题了。我涛哥判断一个食物熟没熟的方式就是尝一口，但是血肠的构造是小肠里边包着猪血，没煮熟之前都是液体呀、我是一把没拦住，他抄起菜刀上去给血肠扎了个眼儿，那根血肠瞬间变成一把水枪啊！照着我脸一顿突突，我没想过我能被一根血肠打得我睁不开眼睛啊！我拔腿就往厨房外边跑啊！我朋友看着我跑出来都惊了，他说：“你俩做个菜怎么炒成这样啊？”还没等我解释呢，我涛哥浑身是血，拎着把菜刀就出来了。我朋友看到这个场景就想跑啊，他跟我说：“刚才你俩秀恩发的那条‘哥哥杀我’，不是要当我面杀吧？”我真没自信，劝我朋友留下来吃饭了。还好我嚼了两粒我的益达无糖口香糖，自信随嚼随到。他说：“不然你也给我嚼两粒你的益达压压惊吧。”不然我也没法相信血常规它是道菜呀。但是说实话，我到现在都觉得做饭好不好吃不重要，一日三餐最重要的其实是中间的两个人。谢谢王涛，我是秋瑞。